我哋最爱嘅 Man 姐佘诗曼，佘诗曼，新闻女王，新闻女王佘诗曼，佘诗曼。昨晚在澳门上葡京综合度假村举行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，阿佘成为大赢家，连夺香港、大湾区和马来西亚视后，再加上最佳衣着奖，完成大满贯了。啲人成日话一不离二，不离三，通常都是形容啲唔系几好嘅嘢嘅。但系今日我攞完呢个奖之后，我可以证实咗一不离二，不离三都可以系好嘢嚟嘅。最開心最開心的是我可以跟一班好好的演員合作，馬明啦、思華啦、Ivan BB 啦、高玲啦、飛爺啦、何依婷啦，希望嚟緊會有更加多好的戲，等大家可以真係翻屋企煲劇追劇。多謝大家！仲有啊，多謝我媽咪，媽咪照顧我，成日都多謝多謝。忍唔到今晚全晚都好感動。由高玲開始，因為知道佢其實一路都付出咗好大努力，同埋我哋私底下 friend 嘅，咁見到佢攞獎，哇！我忍唔到啦已經。會點樣慶祝呢？係咪會同媽咪一齊慶祝呢？佢瞓咗覺啦。你頭先話佢打緊牌喎，佢今晚係咪食係咁食喎？係咪好似你咁樣？唔係啊，佢可能係唔係佢可能係咁出衝，因為顧住睇電視。每次攞獎嘅心情都唔同嘅，咁同埋冇諗過林峰咁厚密咯。完全冇泄漏過任何風聲咯。咁開心嘅，唔知佢會嚟頒獎。我唔知佢會嚟頒獎。因為其實今日頒獎嘅嘉賓好多個都係合作過嘅 ，Bowie 啦、Loga 啦、Chillam 啦、阿峰啦、怡啦，係咯。咁所以好似翻返去以前咁樣啊，係啊，即係今日個頒獎禮令我好大的滿足同埋感觸。我哋有請張智霖。當阿丁丁咧遞個哨子俾你嗰陣時，嗰一刻你有冇諗過原來會見到 Chillam 咧？冇，我只係問佢嚇，吹吹哨子個嘴咪唔靚喎。我點解我要在台上面吹㗎？係咁樣咯，視線係冇人同你夾過，係咁又咁跟住佢話係啊，因為即係佢見到我咁疑惑啦，咁跟住佢就因為Chillam 會嚟，咁所以又希望可以 lead 佢出嚟咁樣咯。咁我 OK 啊，因為呢個都係我哋當其時喺戲入邊一個好 signature 嘅溝通方法嚟嘅。噔噔噔 ，Baby it's you， 陳浩。陈豪相隔16年，凭破毒强人再度成为师弟，一上台就揽住太太陈欣妮啊！入到传媒中心，两位更加闪爆全场。当然就老婆手上面俾个奖项我，仲系一个咁重要嘅最佳男主角添，咁变咗佢好似仿佛话俾我听，我就系佢生命中嘅最佳男主角。就到期，你閃爆我哋個 mon 㗎！你哋咁樣 ，Amy 佢唔係成日都講埋呢啲咁嘅甜言蜜語㗎？係。咁亦都係多得阿 Amy 幫我打理住屋企，我先至可以好 free 啊，好全心全意咁樣去追求我事業咯。所以呢個獎係咪俾 Amy 嘅咧？冇錯啦，呢個就係最佳老婆獎。我先啦，啊頭先佢講咗一句噶，你要再講多次，因為我驚你反悔。OK， 你嗰啲再細心聆聽。我會要送一個二人世界 trip 俾 Amy 啦。聽到冇？呢個唔好剪，因為我 I need everything。其實昨晚完 show， 阿毛第一時間揾翻 Amy， 場面感動，掌門人更加首度公開阿毛贏喺邊度。Welcome back。食啖食啖先，慶祝下。Later later。係，
阿毛多謝你係照顧嘅屋企，令到佢可以咁放心咁去工作。唔係呢個係真心嘅，咁如果唔係我哋屋企咧，阿子超幾隻化骨龍，如果唔係阿媽咪睇住佢哋嘅話，真係唔可以係可以好好專心咁拍戲咯。所以我係肺腑之言嚟嘅，真事嚟嘅。Are you tearing up？今日阿毛都即特別感性喎，係咪啊？老婆喺度，老婆翻俾我啊！係咪即喺老婆手上接到呢個獎，亦都係特別有意義咧？唔同咯，因為真係阿 Amy 係有時係為咗我犧牲咗好多嘅。謝謝志偉哥 ，thank you 啊，十天年歸啊！覺唔覺得好感動啊？佢哋攞獎，教下老婆啊！要啲老婆頒俾啲老公咁樣㗎？唔係，今晚係絕對係啊！因為幾難得四個咁愛老婆嘅男士，竟然係被提名，我又朝九晚五就識陳浩，係啊！足足我見到個咁好戲嘅陳浩，係啊！以前我成日覺得佢係隻憑靚仔啫，冇乜特別，把聲又老牛咁樣係咪啊？我啦，佢竟然用翻佢舊聲出嚟，能夠做好個角色係好難。非常好，多謝趙姐 ，thank you。我哋攞曬所有觀眾啦，我哋攞曬所有我哋公司嘅員工啦、工作人員啦嘅票數嘅總和，然後邊個贏就係嗰個贏，連討論嘅餘地都冇。